带个完东西，然后赶紧让我老公打道回府了。你看他们巴扎这种路好难走的，都是拐拐道道的。别急别急，你别急，啊，你别急。我们去 happy 去，抛弃老公，不要孩子，不要老公了，是不是？两个人女人的机会。哦，我们来到中国小吃店了，两个人嗨起来。有感觉吗？应该是我们的技术都被人家盗取了。看着个秘制腌肉，老板娘，这是他们的第二家店。刚开始很近，这种小店挺有感觉的，在凹进来的一圈地里。来看看我们爱臭美的小美女。有一人一杯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表演一个这个肉什么，先放叶子，然后再塞肉的那个。看着我怎么表演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哇塞，厉害！开始开始开始！哎呦，我想死我的中国食物了，太开心了。哎，我今天还买了两条围巾，一个披萨，真的好吃，好吃吧？哇，这个凉皮感觉也不错。哇，太过瘾了吧！我这里都歪了。没有老公，没有孩子，感觉真爽啊！嗯，好吃好吃，绝绝子了，开心开心。吃完喝完，然后我们太撑了，开启了逛街消食模式。跟娜娜买了一双鞋子，现在来买个化妆品。我口红什么都快过期了，戴口罩一直没涂，好几个已经过期了，不能用了，今天来补货了。再搞一个，他说这边中国人基本上都是用这种大桶的，所以他猜到我们是中国人了。但是我们经常不是出差嘛，用小的好带一点。那这个是 Agnes 吗？有，这个太小了，还是？但是你这个是锁住呀，锁住就。拿出来给你展示一下。好，来，北家的女人们啊，咱俩吃吃喝喝逛逛，几天白干。嗯，谢谢，还送了个礼物呢，太好了。好不好看鞋子？没呀。啊？喜欢呢。哎，悠悠的是不是？是。嗯，好漂亮，是不是？喜欢吗？嗨，我是小静。我是娜娜。我们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什么颜色？对 ，green 是绿色。你们穿绿色的。你说我们要出去玩啦？对呀，拜。亲一个。我们。出发！哇，我老公说，这个牌子是土耳其做皮革最厉害的。然后我老公看我昨天买了个，挺兴奋的，说今天来这边看看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蛇皮的貂毛。好恐怖呀，我最害怕蛇了。他一直说这个好看，让我试试，我不敢上身啊。是貂，好看的，但是我害怕。Thank you。
哇，这个白白白的好有手感呢，七毛领子。哇，他怎么老是给我推荐蛇皮呀、啊？他是不是觉得我看了两眼就觉得我喜欢他哟 ？OK，Thank you。昨天我老公买完衣服之后，我回去看，我心情挺好的。然后他今天又问了一下朋友，朋友说这家店是做皮革最好最贵的一个。然后一看价格真的是我不配啊。你看这个男士，我刚才盯了一眼，他说来我给你上身试一下效果。别说这种瘦瘦高高的男生穿起来也没有感觉到娘，真的是挺好看的。但是对于他家的价格，我只能说看看就好。他家的款式确实比较多，然后给大家参谋一下，大家看的怎么样？但是确实是不能买，价格超乎我的想象。来他们店里头最贵的好几万美金的都有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呀、啊！哇，这个好看的。超级喜欢这个款，但是这个价格只能说努力搬砖吧。好了，这期就到这里啦，我是绞尽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